看什么？看包。你想吃吗？想。走了，我们去买，买给你吃。老板，拿两个豆沙包。两个豆沙。哎。进来。你要吃什么包包？你也要豆沙吗？啊？拿一个给他。是两个。老三，你要什么包？哪种？打开看一下，哪一个？妹妹呢？要几个？妹妹还要不要？要几个？要几多个？一个。再拿一个给老虎。另外装，另外装。要什么的？这个吧。你们抢什么？哦，你拿给他吃是吧？干嘛？你拿着，拿着给你妈妈。走了走了，我们去买菜，快点去买菜。啊，这三个小娃老是跟着我出来买菜，又难带。走嘞，走开一点嘞，小老虎、小光头。这一期买鸡肉要收一根，不收两根才行。快点嘞，妹妹，快点走啊！这个小老虎还在这里拿那个包出来吃。老三，你分开啊，给一点妹妹吃啊，给老四吃。哎，来，快点走啊，回去了，买完了，快点。喂，喂，那个包呢？你全部吃完呢？一口吃完呢？你那个包啊，是吧？这个老虎一口把那个包吃完。哎，好，好嘞，好嘞，走啊，走啊，坐一下去。哎呀，哎，哎，好累啊！你要不走，你要让我抱你，要想我抱是不是？啊，这个背都露出来了，来擦擦干净这个背。爸爸，我不吃。你不吃吗？哦。他不想吃啊。嗯。啊，他不吃啊。摸我。吃完了。好热，好热。吃完了。吃完了，走了，走，快点走。走啊，怎么整啊？走啊！哎，不走。哎，来抱抱抱！哎，来，哎哎，哎呀，这个小老虎，这个小光头，哎呀，好重啊！这个东西又重又要抱抱他，哎呀，他又不走，哎呀，好累啊！哎呀。哎呀，哎呀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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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小老虎，他又不走哦，他老是要让我抱他回来。嗯，这两个咳嗽也跟你去啊？啊，他们跟着我去啊。好热啊！媳妇，你饭都没有挤吗？我没有下呀。哎，媳妇啊，这个豆腐怎么不知道什么原因搞到？你看这样，这里全部都烂完了，不知道是不是给老虎做过啊？这个豆腐全部碎完了。媳妇，买了一个包子给你。我又没叫你买，你为什么买个包子给我啊？那吃肥一点啊，多吃一点东西啊。碎就碎啊。反正你吃饭也要把它搅碎的，我就不喜欢吃碎的。这个鸡排。
小孩放学。OK。这个豆腐烂完呀，师傅，这么烂呀，放点水，哎呀，全部烂完了，这么奇怪呀，啊，为什么？起锅烧油，煎一下肥猪肉，炸鸡肉。炸盐、炸豉油、捞金文，孩子，师傅吃饭，快点！哦，来啦！这个菜成啦，这个豆腐好烂啊，师傅！哎，师傅啊，等一下，我吃完饭，我去摆摊剪头发的啦，哈。大中午去摆地摊，有谁在啊？那么热啊！二十几、三十度的天气，弟弟今天怎么还不回来？不知道。刘唐他还是去玩了。不知道。你没看见他吗？没有。嗯，12点多，快吃饭了，他还不回来。到齐哟。好吃吗，孩子？阿弟跟你打我，我留边。嗯，我看到那个猪肉好像那个猪奶肉，硬邦邦的呢。嗯，好不好吃，孩子？好吃，吃多一点。嗯，我吃不了猪肉，太硬了。吃豆腐啊！来，豆腐。嗯，要豆腐吗？来，准备。来。来。这个豆腐泡老虎鱼整烂的，他做烂的。宝宝，你做啊。嗯。看见吗？嗯。多吃一点鸡肉。你跟着水门那边嘛。嗯，师傅，我去摆摊了。